2019迷你棒球学院冬令营正式开课，小朋友卖力的在草地上开合跳，用超旺盛的体力来迎接推广大使张泰山的到来。自从退休之后，泰山大龙国际棒总 mini baseball 的大使，这是第一次的一个活动啊，在这里看到这些小朋友是真的非常的可爱，然后在这里教他们的时候，跟他们玩在一起是非常开心。那这一次我也带自己的儿子可洛也一起过来，一起玩，带可洛一起感受迷你棒球的魅力。但不是所有小朋友都有底子，所以咱们的泰山爸爸很有耐心，除了下海示范打击的要领之外，也仔细调整小学员的姿势，跳起来，然后打到推出去，是不是？有没有？可以吗？而且在迷你棒球学员冬令营，不只能扎好基本功，还能跟同年龄的小朋友分队比赛，培养团队凝聚力，享受更多棒球的乐趣。因为以前跟爸爸打是两个人没有办法打比赛，但是现在我可以体验到比赛是怎么打的。这次很荣幸，也有很高兴哈，可以跟我们迷你棒球学院一起合作。棒球是我们台湾的国球，我觉得推广棒球就要像这样子，从小哦下去扎根。那未来我也是希望哦，我们能够持续啊为这样子一个棒球推广继续做努力。我们一定可以继续来推，而且会越推越广啊，然后复制到我们每个县市。